现在怎么一直叫我们抽东西啊？吵死了！这个就是抽取武器哦，抽取武器。我要不要你可以先讲抽取武器吧？那可能因为他兽蛮大的，所以他叫你一直抽武器。狩猎怪兽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。魔法替代一下。工会呢？真的差一堆啊！发型。使用月光的祝福，什么鬼？什么鬼？什么是月光的祝福啊？下集再看看。